绿色食品指什么食品？绿色食品成为大部分消费者首选，说明我国消费者健康和环保意识正不断增强。但绿色食品实际上是一个特定的概念，它到底指的是什么食品呢？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，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，实行全程质量控制，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安全、优质食用农产品及相关产品。标志图形由三部分构成，上方的太阳、下方的叶片和中间的蓓蕾，象征自然生态。我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将绿色食品定为 A 级和双 A 级两个标准。A 级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物质，而双 A 级则禁止使用。A 级绿色食品的标志与标准字体为白色，底色为绿色。双 A 级使用的绿色标志与标准字体为绿色，底色为白色。